靠边啊。对。啊。开着我的50床车从辽宁出发，准备去往黑龙江抚远县东极广场去看看日出。今天是第22天了。听说抚远县东极广场是中国最先看到日出的地方，所以我想试试。看着路两边的大苞米，就跟我在家乡的感觉是一样的。东北三省好像多数都是种大苞米和水稻。南方的朋友们，你们现在地里种的是什么？小麦也该收割了，小麦收割完事儿，地里现在种大豆吗？种玉米的话也不赶趟了。这么高是干啥用的？从长春到绥化这条102一直在绕路，是不是过了绥化能好一点？这条102我就没走完整过，它总是倒到小路上。今天不知道说点啥呀，我感觉直播的时候你们和我对话还好一点，我自己坐在车里今天就特殊，不知道想说啥，没话了。就在这条安静的公路上静静地开，今天我没有找到什么好地头，如果找到好地头，我就在苞米地头睡觉，超级安静。没办法，还有十几公里就到绥化了，不好找。靠边啊。对。啊。这次不知道是啥意思，进绥化让登个记。这次警察就问问我几座的，他先前问我你座呢，我说我这是5座的啊，那登个记就完了。1公里后
口左转。这是边境线了吗？也没有啊。可能就是给外地车登记的，搞不懂。啊，没有几台车哎。停哪儿了？停止录像。这个地方有点热，今天想睡玉米地都没给机会。谁能提示一下绥化还有什么凉快的地方吗？啊！不行，我再换个地方。这个公园也挺大的，那里是公厕。刚刚我问了一下这个自驾游老哥，他说他在这住一个星期了。我问他厕所在哪儿，他告诉我的。我的车就停在那儿。但这个公园缺点就是太热了，等凉快的时候去公园转转。好几天没给大家拍花拍草了。底下是菜，上面是米饭，完了直接一下。我看这公厕打的水，我看这水做饭也没事，挺干净。干净、啊，这地方都公厕，没有那个污染水。对啊，这个、现在粉丝有的说什么？他这都是那个自来水。啊，我感觉这个挺好，这水。这个都可以用。那煮点面条，我就不出来。反正啥都是小的，我这。我气罐还有比这还小的一个，这么大我还没用呢，就能两个锅底，就这么大。我以前是骑行的，大的东西都比较小。对，时间不等人，真不等人。嗯，我都下来晚了，要不早都出去溜达玩去。能干好。再有老哥，这玩意儿一时一个想法，今天想溜达，你过一段再你就不想溜达啊。一天一想法，想去就去，想去想走就走。对，不能犹豫。对你等等，不去就完事儿。我买那车小，倒也没法，就是后排座放下俩人能对付躺下休息，啥都装不了。我这车要是改，我现在躺俩人好像都行。你现在就可以。嗯。这个就可以，这个是自己改的，花钱改的。嗯，花钱改的，你就按照我的想法，4000。那就自己改的。但是你自己改不了这么板正。一样，我那就自己我就能整。你自己改的话，底下我自己改个价。那咱就说你工钱不算，就纯料钱的话，也得1000多，这钉钉毛毛啥的。还有板材啥的啊，还有折页，还有底下。但是吧，这个是那个高密度板材。不，这是最轻的吧？这个是。我原车拆掉那个，我的天哪，那一个床顶这俩。我这回这是轻的了。这是轻的啊，里头像那个特制那种材料，可轻了。因为我拆下来那个以前像有个床车，就是轱辘都压都没气儿了。可重啥？它这个减震是那个钢弓片的。对，嗯，我那时候想研究这个车。是啊，其实大一点。你这个老伴儿吧，咋的？行，不让我整太大的，这两块停车不方便。对对对对，这个行，这个可以，还不费油。昨天碰着吉林那两个，放轻点。除着太阳还掉几个雨点，要么就大点下了。坐着坐着不爱坐了，吃个西红柿吧。做饭我多做点，
多做点，然后晚上就不做了。他想做西红柿炒鸡蛋，他想做辣椒炒土豆炒瓜片。最后我总结了，西红柿就这么吃，然后辣椒炒土豆黄瓜。这一天兄弟们净吃饭了，赶路吃饭，赶路吃饭。这个没了，我买了一个小电饭锅，可以炒菜，可以焖饭，可以煮面条。我发到伊春去了，我到伊春还得两天，在伊春住两天，正好快递就到了。我有电源，不然的话这样太费气儿了。我那电源每天的电我也用不完。我做菜不讲究搭配，我只讲究东西别坏了，我就都给它吃了。它熟了我就能吃。风一大，这火就完了。赶紧买个电饭锅吧，多功能呢。大米饭不泡水吃不下去。公厕之水配上大米水饭。这一天净做饭了兄弟们，今天吃完去这个公园咱转转，带你们参观参观绥化围练公园。这个叫哈、我忘了，好像就是叫围练公园。吃完饭了，我们去公园里边溜一溜，看看这个公园有没有什么漂亮的景色，看看这公园里有什么。这不是白马王子接白雪公主那辆车吗？呀，这个公园是不是我逛的不对呀、一会儿看看地图，是长方形的还是圆形的？哎，一进公园啊，还不如我睡苞米地了，兄弟们。看看这公园里，这一对儿，一对儿，然后远处还有一对儿。哎呀，愁人。大家看看这是什么花，紫色的。无论是什么花，紫色的都感觉特别好看。哇，好香啊这个花。大家看看这是什么花，好香啊。这个公园不大，已经到头了。我也不知道这是东南西北。这边有一片花海，这个就是留散步的。这边还有一台王子的车，剩下就没什么了。在这里休息一晚，明天向铁力市出发。